缅甸历经风灾到现在已经超过7个半月的时间了，慈济志工展开短中长期的关怀。那么先前已经在当地的援建顶甘中第四中学10月初进行了动土典礼，现在各项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。那么为了打造这所千年不倒的学校，慈济建筑委员特别再次来到了当地进行3天的希望监督工程，除了亲自走访工地，在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之外，还带着电脑当中的建设蓝图一一解说，也希望当地的工地员工呢能够认同慈济的理念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为这群孩子圆一个坚固的求学读书梦。顶甘中第四中学的营建工程积极赶工中，这不只是帮助缅甸孩童一圆求学梦，更是替这里的居民带来了工作机会，连妇女朋友都可以头顶泥沙参与建筑行列。然而这幅充满朝气的景象代表的不只是个工程，而是更有意义的百年大计。现在画出来啊，建筑委员仔细地研究工程，混合水泥要有一定的比例，石子大小也要有一定的规格，就连每根纵向横向的钢筋都要对齐。跟这次哦，也要横的要对，要对啊，要拉拉线，这边要拉。严谨的态度还持续到工地的办公室里。从手提电脑中透过画面，可以更清楚地传递出慈济的建筑理念。这个学校盖起来是你们现在的眼光最漂亮的一个。工地员工认真地听讲，有人还快速地抄写笔记。对于慈济志工的要求，大家都很有信心。所有的方式就是一步一步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要做得好。哦，除了钢筋的绑，还有这个柱子啊、模板啊、技术种种啊，都有照图来施工，而且呢，品质啊一定要达到我们的要求。严谨的工作态度是为了建筑一所千年不倒的学校，大家了解也乐意配合，为孩子的百年大计用心尽力。大爱新闻杨玉美、蓝景飞，缅甸报道。